三楼集合，走。三楼集合，快，现在就上去。三楼集合。浩翔呢？三楼集合，快快快！三楼集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Hello， 你好。现在宣布一下今天的比赛项目。然后呢？什么叫那么干净啊？是一尘不染的。这个呢，就看你们做的程度怎么样了。最后的那一组将跳一支女团舞，发在微博上。我无所畏惧。他们那边想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那边就有两个想跳。我不想跳，我是想，跳不跳都一样。是吗？他们没有没有，你们保罗吗？什么什么东西啊？他们三个人自己想跳，自己可以发微博，好吗？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帅哥，我们是要把所有的走廊也玩是吧？不是是，所以说外面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吗？也不一定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放，就是得让人看上去不能像你们现在这样。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？来，我们请看大屏幕。你想大家才到这边没几天，就是太累了，没想去收拾。对呀、所以今天呢，专门给大家空出了十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来收拾自己的宿舍，对不对？很合理，对吧？十分钟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扫地都扫了，好了。就收拾自己的那个。来，预备，三二一，计时开始。哎呀，太强了，非常。啊，衣架都不够，抽什么？衣服都还在地上抖，好乱啊！哪儿？我真的不想抽，心情都不好了，真的。你怎么这么快？啥玩意儿啊？这肯定不是我的，这么小，这肯定不是我的。这让你扔垃圾，然后我衣服都要收。那你收衣服，这个箱子一样的吧？先都把各自衣服收好了，等会儿把垃圾再弄。不慌，慢慢来。等一下啊，别拍我行李箱啊，有私人物品。还剩九分钟。好慌吗？好慌。哼。整洁的人创造力要高出50%，这是有科学，对，这是有科学依据得出的。哎，我不装，你速度快点，没时间，我要疯狂，我要我不，应该在这儿。啊，对对，我服了。你什么啊？喂。这样算收好了吗？我这一根管子咋办呢？啊，我怕到最后坏人进来，我可以帮看。你从哪儿拆出来的？我自己装的衣架，剩下的几根管子。快让我。
哎，我就放那儿不行吗？你收呀，你收，要不然丑。黄金起来，他就看不到我们这两个地方了。三分钟啊！不用哭啊，这挂着多好看。先把你的箱子关起来啊！关了。我感觉有点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谁把那个洗衣液放在那个？在我自己身上可以吧？这东西？可以。还有三分钟。全部堆厕所里。啊，这交给你们了啊！我下去就拿去了。快给我开个门！门一关，啥都不知道。还有一分钟。我刚刚铺的床，对不起，我是一时着急。放沙发。放书房。你让我听我就行。我不想跟你说。好。走了。时间到。来不及了。能拿水。时间到了，拿水。水也不行。停。好，给。我说停就停，我停了。大家扣分了啊。好，停。来不及了。觉得床头得有两件睡衣，才比较舒服。哎呦。门一关，谁都不知道。快床整理一下。倒计时十秒。喂，穿身上。时间到，所有人停止手上的活动，三楼集合。厉害！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三个人。三楼集合。刚才呢，我也是详细的检查了一下大家的打扫的情况，简单点评一下啊。首先是丁晨鑫和马佳琪，你们的房间看得出来啊，是平时有好好保持卫生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最后介绍的就是小贺、浩翔、真源，你们这个房间呢？还不错。领导说的好。领导讲的头头是道啊。然后呢，是亚轩和有文的房间，还比较帅了啊。可以看出你们很有创造力。创造力是有的，是吧？可能是工作量太大的原因，导致了你们一些细节没有顾及。那是没办法。比方说床底下的，我们床底下这么空，得放东西啊。他们都没有床底。我也是够空，还放了三双鞋。但是人家的鞋是整齐排列的，包括小丁他那条鞋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都是放一架床。
我还没说完哈，你们的那个柜子顶上，你是随手扔上去的吗？鞋盒呀，鞋盒呀，鞋盒啊！有一坨毛茸茸的东西，那是装饰的，绝对是、啊。它还不是完全在上面，它哎，它还垂了一缕下来。这不就是代表我没有创造力吗？这个很扭，这就很。我以为创意的，我们比的是整洁度。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跳女团舞的人呢，就是。好，那么这一期我们就到此结束了。